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莉莉。今天我准备要出发了，现在是下午的2:30，然后出发的时间稍微迟一点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我这后排全部装满东西了。看，没有姐姐在，我一样能把整个车里面装得满满当当的。哎，这就是我这个天生就具来的能力，就是能攒一堆东西，啥东西都有啊。大家自己可以看一下。如大家所见，车里的东西真的超级多的，塞得满满当当的，就这样出发了。当然，出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加油站把油箱给加满，总共花了230块钱的油费。我估计后面的支出，油费起码占到1/3以上吧。接下来聊一下我自驾游广西的计划。我计划沿着广西逆时针方向去旅游，分别经过玉林、梧州、贺州、桂林、柳州、河池、百色、崇左、防城港、钦州、北海，然后回到玉林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计划。所以啊，今天的目的地是梧州。现在呢，已经跑出玉林城区了，准备要前往北流方向去走，前面就是五彩田园。五彩田园到了。之前自驾游都是和姐姐一起去的，这次没有跟姐姐，老实说有点不习惯。来到北流这边了，旁边就是会仙河公园，然后这边要一直往前走。2 hours later， 哎呀，好累啊，朋友们！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梧州的藤县，现在已经天黑了。6:40吧，应该6:30左右。这个天黑的比较早，现在我就感觉特别累了，开车开了几个小时了。本来呢，我想停下来休息，但是因为这山里面，然后山区嘛，这个如果说再继续休息的话，可能就得晚上就得在山里过夜了，我不太想，所以就一直持续不断的开，开到了藤县的县城这边。可能今晚得在县城这边找个驻车点，然后晚上过一夜。对，好累啊！哎，小星星辛苦了，看我优秀的小星星啊，它一直持续不断的陪着我，然后跑了几个小时。现在呢，我正在停在路边的那个临时停车位这里休息一下，太累了。这边是藤县的县城，看起来还是挺亮堂的。不过应该这边是藤县县城的边缘，不是县中心那边。现在呢，我在藤县跑了大概3小时51分，146公里。然后现在在那个藤县这一块。Later。朋友们，我已经找到驻车点了，今晚就把车放在这了。今晚呢睡车里，然后把车停在这，这边是路边啊，稍微有点吵，希望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没这么吵。不过这里是县城，也还好了，不是那种市中心，就还行。附近呢有个公共厕所，相对来说还是蛮干净的，有水，还挺不错的，算是一个很不错的驻车点。我刚刚查了一下藤县这县城这边的驻车点，能够过夜的停露营点真的很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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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暂时的那个啥，适应一下吧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先更新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吃好喝好，然后持续关注我的视频哦，拜拜。